我看到了什么？在这个天桥下面还有龙舟元素的涂鸦呢。哇，这是一个流浪汉睡在这个天桥下。以前都说去睡天桥的，这就是真正睡天桥的一个情景。那个紫色的车好漂亮，这个颜色超级出挑。哇，这一家餐厅为什么从早到晚都这么疯狂？昨天晚上也是他们。就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果实，什么水果，可以吃吗？好好看啊，好像盛开的莲花哟。哎，天上那是什么？有一个飞机拉着一条横幅，但是太远了，不知道横幅上面写的是什么。来，我的华为超级变焦，该你出场了。哇塞，今天的大西洋海水好好啊，你看这么多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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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哪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好多人。哇，远方看到了吗？各艘巨型游轮。哇，天哪，这个水好干净，看到了吗？超级干净。哇，那个蓝色，那个颜色好沁人心脾啊。这一个彩色的小房子也是迈阿密海滩上的一道风景线，救生艇到处都有，这里还有沙滩排球的一些措施，在海边的路上还有很多健身器材免费开放供大家使用，设施看上去还挺好的呢。哇，这是在里拍的吗？好多人啊，远远望去就像下饺子一样。看，这就是海岸上街边的一个健身领域场所，公共设施看上去还不错哈，大家都可以用。这边是他们的一个沙滩排球区域，所以这边娱乐设施还是很多的。哇塞，泳衣美女、小鲜肉、肌肉帅哥到处都是。